是不是有身孕了？啊，安心，快去叫太医来。是。我没事，你快上朝吧，不然迟了。不去了，上朝哪有你和孩子重要？年木鬼，我要当父亲了。恭喜皇太叔。皇太叔，啊，今日朝堂之上，朝堂有事。没事，天塌下来，也没有我们的孩子重要。姑娘。 你先回房歇息，我等会儿呢，带着太医去给你把脉。好，都听你的。福王妃回房间。是。慢一点啊。嗯。下台阶小心点。皇太叔，韩队让的人提醒过萨兰，已经在追查眼线的事情，我担心。 我们引导吸烟的事情要被他察觉了，没什么，吸烟被抓了，这些事早晚得查出来。年木鬼，胡年可能有孕了，我要有儿子了，我们要立刻动手了。病在儿身，痛在娘心。看到燕燕这样，我心里真的不好受。现在想想我肚子里的这个。 希望他将来可以让我多多省心。你想多了，咱们的孩子一定会平安无事。睡吧。 你怎么还不睡啊？我再看一会儿书，一会儿就睡。